搞聲先，聽唔聽到後面？聽到嗎？聽唔聽到？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有食飯可以大聲少少，好嘅啦。啱啱到嗰啲食咗飯未啊？都食咗啊。OK， 感謝神啊！但係咧，人咧活著係咪單靠食物啊？唔係，係靠上帝嘅説話。咁咧，我哋一齊去敬拜，咁咧唱歌，跟住咧就係有主題嘅信息。咁咧，我想同大家一齊咧讀一篇嘅詩篇，又一齊去敬拜，聽上帝嘅説話。咁咧詩篇嗰度咁樣講嘅，詩篇第47篇，佢話萬民啊，你們都要拍掌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，因为耶和华至高，这是可畏的。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，他叫万民服在我们以下，又叫列邦服在我们的脚下。他为我们选择产业，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。神上升，有喊声相送；耶和华上升，有角声相送。你们要向神歌颂，歌颂；向我们的王歌颂，歌颂。因为神是全地的王，你们要用悟性歌颂。神作王治理万国，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。列邦的君王聚集，要作亚伯拉罕之神的民，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神的，他为至高。今日咧，我哋好高兴，众弟兄姊妹咧，从不同嘅国家聚集在一齐，让我哋咧同声去敬拜。我哋想相信上帝，我哋一齐去敬拜我哋神，我的神，我哋要敬拜你。请会众一齐起立。
我哋嘅神，我哋宣告你系我哋嘅王。你系我哋嘅救主，你系我哋嘅所敬拜嘅对象。我哋宣告你系创造世界嘅主，除你之外，别无拯救。让我哋一齐聚在一度，我哋同心敬拜赞美你，用我哋最美嘅声音发出颂赞。求你驱走一切拦阻我哋喺你面前敬拜嘅，让我哋可以自自由由，可以举起圣洁嘅手向你敬拜。求神你嘅圣灵亲自在我哋中间，临格喺我哋中间，引导我哋敬拜。若非圣灵引导，我哋唔晓得尽心去敬拜你。求神你真系临格喺当中，天父求你咧，俾我哋歌唱嘅时候，我哋实在系发出我哋身体入边嘅赞美。因为上帝你派遣主耶稣基督拯救我哋，脱离咗黑暗，脱离咗捆绑，让我哋咧能够称为你嘅儿女，称为你嘅子民。我哋要献上感恩同赞美。让我哋呢个时候咧，我哋听你嘅话语喺你面前嘅时候，求你咧让我哋心里边有空位，俾你坐立，俾你能够可以你嘅话语进入我哋心入边。天父求你喺我哋中间掌权，求你咧继续帮助我哋，引领我哋敬拜，引领我哋喺你面前遇见你，遇见我哋位荣耀嘅上帝。求圣灵亲自喺我哋中间工作。高莫讲完刘志山牧师嘅，让佢发出嘅话语从天上而来，让我哋得到释放，得到能够你知明白你自己心意，让我哋在世嘅日子荣耀你嘅名。呢乎我哋将我哋嘅聚会完全摆喺你面前，求你亲自嘅引领，祈祷感恩，奉耶稣基督嘅名。让我哋再唱一首诗歌。耶和华是爱。
生次的大會主席先講一講，咁啊請阿劉先生。弟兄姊妹平安，弟兄姊妹平安啊！很高兴在这里能够有这个荣幸，被参府邀请来当这次推书会的讲员哈啊！好荣幸啦！今次可以被邀请喺呢一度咧做今次参府推书会嘅讲员啦。首先好想咧，即系多谢啊洪牧师啦啊，也谢谢洪牧师啊，他一直在这过去几年。在欧洲很多的地方带着我去啊看看眼界啊，也带着我去即系服侍啦，亦都多谢陈牧师啦，也谢谢陈牧师，他也是我们的长辈啊。我小的时候啊，在也是在我们教会其实跟他们教会非常的有渊源，对不对啊？我嘅教会同啊陈牧师嘅教会爸爸同我哋嘅外父我太太嘅爸爸，我哋兩個教會喺香港都係就好似夥伴一樣啦。兩個教會在香港就像兄弟教會一樣，一起過去多年成長。陳牧師在歐洲也幫助我們的許多的弟兄姐妹，亦都幫助我哋好多弟兄姊妹，所以多謝主。亦都好感動，見到弟兄姊妹從唔同嘅國家各個地方嚟到啊，非常感動。看到弟兄姐妹從不同的地方、不同的國家來到這裡，好不好？先給自己一個掌聲鼓勵，好不好？給姊妹一個掌聲鼓勵，姊妹啊！好唔容易嘅啊！咁啊，今次咧，我覺得個題目唔知邊個諗咧，可能啊，洪牧師係咪諗啊？啊，叫做我也什麼行，你都掂啊！我覺得這樣很好啦，又廣東話又普通話啊，後面那句一定用廣東話嚟練啊，你都掂啊！啊，你都掂的意思是什麼？你也很棒啊！啊，我也可以，你也不錯，對不對？好唔好啊？同你隔離哥講啦，我也行，你都點啊？嚇，我也行，你都點啊？我也行，你都點啊？我也行，你都點啊？彼此都很好，感謝主，感謝主。你都點啦？大家都點啦？喺主裏邊係咩？啊！一開始咧，我好想咧，有首詩歌想帶大家去敬拜，因為我覺得呢個主題咧，即係諗到嗰個都好聰明㗎啦。我覺得想到這個主題咧，非常聰明。啊，因为真的，我们就想在主里面就有这样的气氛，里面喺主里面我哋好想有咁嘅气氛，大家都互相鼓励，系咪啊？系咪啊？不过唔知道你试过有冇试过冇心机未咧？有没有试过自己连一点劲也没有？自己好像明明很想去服侍，但是里面好像起不来呀，好像里面没有劲，有没有试过？有时候啊，我们不想祷告，醒来的哇，好像灵修好像没力。啊！瞓醒好似冇乜心機，好似冇，哎，唔要睇聖經，哎，好似睇唔落去咁樣。有時我哋都會咁樣，係咪啊？其實我哋發覺弟兄姊妹都好有心，不過有時正所謂有心就點樣啊？啊！有時候我們都是這樣子，有心無力。所以真的，我們需要上帝，需要神在我們裡面幫助我們，真的有力去愛。Amen。所以我哋第一件事，我哋需要有神俾我哋有力量，使到我哋可以彼此點樣啊？相愛，所以喺一開始咧，好想咧我太太咧，上牧師咧，帶我哋有首詩歌啊，即係一齊去學下呢首詩歌，一齊去唱呢首詩歌。係唔係淨係唱詩歌？我好想大家試下，好似借住呢首詩歌喺我哋呢個整個大會裏邊，我哋首先係問神攞呢一種嘅愛，我需要有你喺我生命當中，希望都是單單嚟唱詩歌，乃是我們用生命的敬拜交流，是從身體裡面得到這份內在的力量。好，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彼此相爱，好不好？你们好，现在请上牧师带我们先唱一遍啊。主，求你保守我的心，我的意念，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。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。走路上的光，成为我脚前的灯。主，求你坚固我信心，我的力量，使我能以勇敢向前行。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。求你带领我，使我不会再
圣经话俾我哋知，我们爱，因为神你先爱我哋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爱是因为你先爱我们。我哋都愿意去服侍嘅。我们愿意去服侍的。主啊，但系有时我哋真系冇力量。但是主有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力量。我哋有时靠血气去走到一个地方咧，侍奉都冇力嘅。我们靠着血气走到一个地步，我们真的没有力量。有时咧，冇得做到相爱。没有办法好好的相爱。甚至我哋造成伤害。甚至带来伤害，所以主啊，求你原谅我哋。所以主啊，求你原谅我们。我哋嚟到呢个退休会，要更新我哋嘅生命。我们在这个退休会里面，要生命被更新。我哋咧要得着你嘅爱。我们要得着你的爱。更新喺你里边嘅爱。更新在你里面的爱。以致到我哋可以彼此去建立。好，让我们能够彼此建立。我哋喺自己生命做得到啦。在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做得到了。我也行啦。我也行。亦都睇到弟兄姊妹都好正啊！也看到弟兄姊妹都很好。哇，佢都点啊？他都行。所以愿神呢一个唔系从我哋而来嘅心。主啊，愿意这个不是我们自己来的心。系你嘅心。乃是你的心。所以愿你今日加力俾我哋。愿意你今天加力给我们。我哋咧，因为系呢一日有好多系坐飞机好攰，但系更新我哋。可能我们今天很疲倦，但是求你来更新我们。我哋感谢你。我们谢谢你主。祷告奉耶稣嘅名。祷告奉耶稣的名。阿门，阿利路亚，阿门，好唔好啊？请坐，请坐。好，咁啊，
今日咧想一開始想同大家分享一個信息，叫做更新嘅生命。一開始呢就要跟大家分享一個信息，就是更新的生命。哇！佢係咪好勁咧？啲普通話厲害啦，普通話。啊，榮耀君主啊！他是我的普通話老師。啊，真的真的真的啊！我係個廣東人嚟噶嘛。我都是啊。你在台灣學過，我沒有啊。他在台灣讀過國語，我沒有，所以他比我的尊重。所以一開始我一直禱告這個題目。所以我一直在禱告這個題目。有很多東西都很想說。有很多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的。但我一開始就想借一個很簡單的訊息跟大家，就是開始今晚的。但是今天晚上的聚會想要借一個很簡單的信息來。每一個訊息都是有兩個字一樣的。每個信息都有兩個字是一樣的。就是叫更新。就是更新。跟我一起說好嗎？一起來講。更新，好唔好？我哋喺呢個退休嘅目的就係更新我哋，明白？這個退休會的目的就是被更新。即係你離開呢個退休會，從裏面覺得好爽啊！讓我們離開這裡就會覺得很爽啊！哇，靈裏面得力啊！靈裡面得力。大家去過做嗰啲咩 SPA 啊嗰啲咁嘅嘢？大家有去做這個 SPA？ 哇，好爽啊！很爽的，做完之後。哇，按摩完腳底按摩之後，哇，好爽啊！腳底按摩之後好舒服哦。所以嚟到呢個退休會完咗之後，你就應該有一個。所以在这个退休会之后，大家应该有一个字，爽啊，就是爽。所以我见你哋而家如果同佢讲爽啊，跟你旁边人说爽啊，爽啊，爽啊。当然啦，呢个食嘅嘢好爽啦，系咪？吃又吃得爽。我哋咧一齐相爱又好爽。我相爱也很爽。哇，个酒店安排又爽啦。那个酒店也很爽。哇，即系你呢个教会接待我哋又好爽啦。接待我们的教会也很爽。哇，我都未见过一间酒吧咁多水喺度招待我哋。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教会有那么多的水。再一次祝用掌声多谢呢个教会哇！谢谢陈弟兄加啲掌声俾教会嘅弟兄姊妹，谢谢你哋。所以咧，我今日都特別講下水先。所以今天也說一說水。聖經裏邊咧有一個故事啊，講到一個進到水深之處。聖經裡面有個故事，說到要進到水深之處。唔使講，你哋都好熟悉噶啦。可能你們都很熟悉。有冇聽過一個耶穌呼召門徒進到水深之處？有冇聽過耶穌呼召門徒進到水深之處？有嘅，舉下手嚟好嘛？有的，請揮揮手。你們都聽過啦，係咪？都聽過了。所以喺呢個退休會裏邊，我哋話我。都我也行，你都掂，係咪？在這個退休會，我們說我也行，你都掂。嚇！呢個係其實係需要點樣咧？需要一個進到水深之處嘅態度。我們需要一個進到水深之處的態度。因為我做得到啊！因為我做得到。係咩？我唔係淨係覺得你做啊，你做啊。我不只是說好啊，你去做吧。就好似門徒咁一齊上船嘅。就好像門徒一起上船。哇！一隻船拉唔到啊，啲魚多到。因為一隻船也不能夠把那些魚拉，因為太多了。就要兩條船一齊咯。需要兩隻船才行。即係大家一齊合作咯。大家一起合作。喂，同佢合作啊？跟他合作啊？唔好啩？不要吧。有時人與人之間。一個人做嘢就好爽嘅，兩個人做嘢開始麻煩啦。有時候一個人自己做是很爽的，兩個人就麻煩了。有試過呢啲情況未啊？有試過嗎？直接係相見好，就好像相見好。做咩啊？好聚。冇錯啦，大家都好醒目噶啦。大家都明白了。但係聖經就叫我哋彼此相愛。但是聖經也教導我們要彼此相愛。哇，同佢相愛？好，跟他相愛哦。哇，個人信唔過嘅。那個人信不過的。你試你聽過人哋講啊，個人咦上有甩我底喎。有冇跟聽人家說他會甩底點講？不到的，他會不見的。翻鸽子啦，都唔知點解事情啊！但有時做事情咧，真係冇嚟搭霎噶。做事情就是做的亂七八糟的，亂糟糟的，咁樣好多呢啲嘢嘅。很多這種事情發生。又要同佢同工啊？又要跟他同工啊？冇啩？不要吧？但即係啲人，我太太有一次阿 Sharon 牧師就同我哋分享喺教會。有一次我在教會裡面分享。咁啊，阿 Sharon 牧師就講咗個信息。我就講了一個信息，對我很大的提醒，對他很大的提醒。上文士就這樣說了，在聖經裡面，從來上帝沒有要求人與人之間彼此相信的。我就話聖經裡面咧冇要求我哋要彼此相信，我們只需要相信上帝，
我哋要信嘅咧系上帝。但是我们人与人之间是相爱。但系人同人之间，我哋系要彼此相爱。因为神知道人是信不过的。因为神知道人系信唔过嘅。哇！哇！他一讲，我觉得很大的一种启示。讲完之后就哇，好大启示啊！我觉得厉害。犀利啊！所以感谢主，老婆谈谈跟老公说，老公我信你不过。我就告诉他了。老公，我信你唔过。我做不好是应该的，你是你告诉我们这个启示是你发觉的。我做得唔好是应该的，但是你发现这个启示就是仍然要爱我。所以我们两个相信上帝在我的婚姻里面就好了。所以我就要相信神在我们的婚姻里面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阿门。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。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。要相信上帝。要相信上帝。阿门。所以就先才做到。我也行，你都点啊嘛？这样子才可以，我也行，你都点。阿门。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，我爱你，我们一起相信上帝。我爱你。好嘛，你啊，我一齐相信上帝，好咩？好啦，路加福音五章。路加福音第五章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细粒咗啲啲字。小些字。啊，所以他唔知道你有冇自己带圣经啊？自己有没有带圣经呢？啊，又冇嘅，教会我见到都为你哋预备咗噶。教会也好，下一个。啊，你可以攞去攞支笔啊，攞记低佢啊。你可以把这一段经文记下来。呢度啲凳好神奇噶，一反开就可以摆圣经啊，就可以。这个椅子很神奇的，反开就可以放圣经。系啊，写下笔记啊，咁啊嘛。可以写写笔记。唔好写喺个木度啊，搵张纸摆上去先好写啊。我要写在木头。路加福音五章。路加福音第五章。好嘛，我哋用阿咩话念咧？用普通话咧咁唱咯。啊，普通话来念。啊，今日你读咧？我读啦，好细只睇唔到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吧。耶稣站在格里撒勒湖边，众人拥挤他，要听神的道。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。打鱼的人却离开船线网去了。有一只船是西门的，耶稣就上去，请他把船撑开，向为离岸，就坐下，从船上教训众人。讲完了，对西门说：“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打鱼。”西门说：“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着什么。”但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他们下了网，就圈住许多鱼。网显现裂开，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。他们就来，把鱼装满了两只船，甚至船要沉下去。西门彼得看见，就俯伏在耶稣膝前，说：“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”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。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布、约翰也是这样。耶稣对西门说：“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”他们把两只船弄了岸，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。阿门。我哋咧就今日讲呢个叫更新我哋自己嘅生命。所以今天我们说的是我们的生命要被更新。令到我哋哇可以好爽啊！